全部埋枪，全部揸住晒手，你哋嘅证件，我调查清晒你所有身份。但你哋嘅身份啊，呢班疑似冒惊人士又嚟大围捕，喺度住嘅都唔例外。足足搞咗班记者半个钟，先至俾佢哋走。新闻自由喺班伪装铺铺面前真系笑话。咁白就话：啊，对住警察同埋黑社会，你唔见你咁恶。首先，我对住警察系点呢？大家平时睇直播都知道。